台湾之岸，孙吉啊，为着要得到秀秀，予伊做新妇，以五十两的欠账来逼米来即嘛签下自愿书，用秀秀来堵账。为着要救秀秀，做大兄的林俊卿甘愿牺牲男扮女装，卖身做干。也秀秀无意中来救了金龟神，金龟神赐予伊一支金龟毛，讲会当帮助伊达成愿望。秀秀心内伫咧想。会当让伊阿兄林俊卿顺利卖身入去东港，也俊卿卖身六十两，这个阿道啊，偷偷按五两银来做行路工，其他的五十五两全部交予米来钱，按算会当换回秀秀的这个抵押证。想袂到，想袂到神道上的白银出来变石头，春吉啊派人将秀秀掠走，米来钱嘛一时无法度忍受这种的打击，当场来磕头自杀。原来春吉啊掠走秀秀，是为着要替因戆囝阿王啊来找新妇。叫你过来是有听到无？叫你过来拜堂啦！小姐，不会，我叫我在空的，干嘛叫你？我是空的啦！我不准你讲假空的！我只要跟你讲哦，你敢听我详细？你是我开五十两给你买堂的新妇啊！我若假充的，你在创啥？照无你讲的话，听到无？拜堂。这是金家神的金家猫，会当帮助你达成愿望。金家神，你讲会当达成我的愿望？金家神，你莫我去找阮阿妈。金家神，发光嘞！
星星，大迄个查甫人是啥？叫做阿翁啊，伊是春吉阿姨的囝，春吉阿姨甲我掠去，叫我嫁予伊啊。叫你嫁予伊？嗯。哪里你先来回来？是金家神叫我回来啊。金家神。啊，对吼，我会当请金家神来救阮阿嬷啊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轮回自有定数。星星，你起来。星星，你莫阁哭啊！你安尼继续哭落去，恁阿嬷嘛无可能阁活倒回来。想着就是看要安那办阿妈的后事。我唔知影，阿桃姨，我无钱啊。无要紧，阿无安尼啦，阿桃姨啊吼，即马有钱，真有钱。阿姨，这顶头是啥啥物事啊？伊袂去担担负啊！好，阮家有钱，就是你摕去的。不是，不是阮头家，这是本来就是我的啊。阮阿嬷是你害死的，我袂去怪我告你。不是，不是，那是不是我头家的啦？秀秀啊，那是不是你想安尼？你替我解释好无？我袂听，我袂听。哎，秀秀，秀秀，秀秀。你说但是不是你想要那样的秀秀？我袂听，我袂听。哎呦，秀秀，你听我讲啊，秀秀啊！我，哎，张亮亮，我今仔要安怎？这个阿头好心无好报，真白，今嘛互人乱做菜，也唔过伊暗讲迄五牛银，迄都无沾沾。今嘛互人做菜啦，过迄有影真真难。要讲啊，这个小春鸡三百个楼梯，为着要甲米莱阿婶讨钱，煞甲米莱阿婶逼逼死。即马秀秀互伊带倒去，伊也无影要甲卖出去。伊想讲要甲做新妇仔饲，因为伊有一个后生，空空阁白痴白痴，伊想要将秀秀嫁互伊。一个六七岁的囡仔屁，叫伊嫁翁，哪有道理？我奶奶要卖光，这上面收着，你敢不知道？我弄啊！你有什么代志讲？我阿妈，伊是个叫我弄的，我求你替我阿妈讲话好无？我求你啊，我求你啦！你阿妈是安怎死的？紧讲。我头一黄头，我阿妈有甲我讲过，讲我袂晓讲我阿遐人办路走的代志。我是要安怎啦？囡仔，紧讲啊！有啥物通可即摆讲出来？大囡仔，歹势啦，歹势，那是误会，歹势吼！来，秀秀，紧起来，帮我来转起来。喂，我来告你啊！你若无学会讲话啦，哈，乖。这是你的囡仔。是啦。伊头仔讲，伊阿嬷互害死，啊，厝里阁毋知影偷摕啥物物件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的？大囡，歹势，这是误会，囡仔爱耍啦，我即摆好就带伊转来，紧来，慢慢来转，紧来。来来等啦！即卖大人唔知安怎教囡仔。放屁啦！放屁啦！秀秀啊，你听我讲啦！我袂听，你偷摕我老钱，这就是正骨啦！秀秀，
你听我讲，阿桃爷虽然笑他，啊，不过阿桃爷绝对袂做迄种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你头个囡仔，真正不是我偷替的。我袂听，我袂听啦。你也是我娘啊！过来，我变成高丽，我有你，我当然，我当然你啦。谢谢。秀秀，你等下，你放心，阿妈无代志。你卖吵了，阿妈，我不报警，阿公刚才是出门呀。阿妈，我无钱是免做代理啦。钱阮阿母有啊。你阿母是管什么地带啊？我是翁啊，我来搞阿母客气。秀秀根本就无接受阿桃来斗相共，为着要让因阿妈会当早日落土为安，伊甘愿带过阿路来伫咧共分。可是糖的作怪，那安落去是要安怎嘞？阿母，哎呦阿母，啊你忙啥啦？阿母快点，你忙啥？哎呦，难做较细腻的咯啊！啊，你不要紧嘛？哎呦，你来做较难卡啦。阿母，钱，钱，好钱。你买什么钱啦？钱啊，钱啊！哎呦，阿母，啊，哎呦，卖烟啦！好钱，好钱，什什么钱啦？关阿母的钱，哼，看无好甲收你一个，别来。看一下规身躯安尼吼，规面啦，啊秀秀嘞，真糟，真糟，阿母，钱钱要我，钱钱要我，给什么钱啦？钱要我。你别管，你先把酒洗洗，我马上给钱给你。小姐，我急啊！人伫咧讲钱家都无够啊，哪有通拍官呢？朱罗城因为草民仔的作怪，田内拢无法度收成。虽然秀秀将伊的作物来讲给大家听，但大部分的人拢是心有余力不足。无法度通好来甲斗三工。我是阿爸唔分坐啊，坐啊，我是阿爸唔分坐啊，分坐啊。阿爸，你卖走啊，卖走啊！阿妈，你唔好去收收我一日卖坐啊，呀，哎呀，你紧转来。Thank you.
最近是安怎？心肝头，那安尼闷闷的疼，到底什么原因呢？老爷，歹势啦，我唔知是你啦，我叫是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怕也无要紧啦。阿庆啊，我甲你讲迄个代志，你考得了安那？啊？俊庆啊，你会记个呢？千万吼，淡汤骨甲做出来。啊，若无哦，咱两个是用了爱官府的。老爷，不是阿兄不爱答应你啦。婚姻大事本来就是爱父表之命、媒妁之言。老爷突然间向我开嘴，要叫阿兄安怎答应你啦？原来是安尼哦！来，老爷，我吼是做平理的人啦，我袂为难你啊。其实吼，这个婚姻的代志，一定要让四大人同意才对啊！是啦，老爷，玉庆的厝内吼，还佫有一个阿嬷呢。老爷，你若真正有心，要带玉庆做细姨，无就请老爷，你给玉庆啊淡薄仔时间，转来去甲阿嬷讲，好不？对咯，这应该啊，这应该。Hello。我是变做大阿嬷啦，阿嬷，我也不知道你死了没，我们听到一样没，阿嬷。想要去找阮阿兄呢，金家是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金家是，金家是，金家是，妈，我阿兄啊！你免紧张，我是金家神啦。金家神，多谢你刚来救我，送你金家帽，就是要报答你。你真正得成我的愿望吗？当然嘛，会应承。我阿妈死，我阿兄坐了去倒，我就是我阿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也毋过，你爱伫一个时辰之内转来，若无。你会魂飞魄散。好，我就在四上回来。好，你坐嘞。我林俊卿当当是一个查甫囝，竟然沦落到替人伫咧洗衫。
所在，阮来伫遮。朱罗山，阮来倒来朱罗山啊。也唔得啊！安尼就真麻烦咯。金家新，秀秀，你哪只好甲转来啊？金家新，是的啦，我照久拢无甲阮阿爷讲话啊，所以这耽误一挂时间。金家新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好好，莫阁讲啊，我替你收魂。好。你找到一条，哈！后尾决定要甲找到着。小生无能，无法救起秀秀。多谢神农大帝。金龟，今日朱罗山必定百年一劫，凡事小心，以免万民受灾。啊？朱罗山有劫数？凡事有果必有因。这查某囡仔跟你今生有缘。朱罗山必有一劫，出入可助朱罗山渡过劫难。神农大帝，伊是一个七岁的囡仔尔，哪有法度助朱罗山渡过劫难呢？目睹无言，
既然未到，既然一道逆主的命令，去吧。多谢新郎大人。秀秀，你还遐久，还要精神啊？你若拢无精神，我免怎？秀秀，你是在哭啥？秀秀，你这啊，啊怎啊怎？你阿嬤，我甲讲你待好啊，你放心哈。哈？不要紧啦，不要紧，小小，你爱跟我学啦。做歹事，为着你哦，吃我苦也是应该啦。只要你无讨厌我吼，我啥物拢嘛好。就困了，你来想没来想，我心里偌艰苦的呢。啊，我想来想一个办法，让阿金啊会当来介意我。好啊，你会当出去啊？啊，你出去，你出去。哎，那安尼啦，阿健是有醒无啦？对啦，伊还袂醒呢。我即摆来个马莎。哦，紧啊话，紧啊话，啊无做去赶着哦，伊破病呢，伊破病呢。阿弟啊，你是安怎这么关心马庆？不啦，无啦，就。阿弟啊，你唔免骂我啦。其实吼，你甲阿庆求亲的代志，我拢知影哦。啊，你拢知影哦？其实哦，我当要拜托你尔啦。我诚心介意阿庆啦。啊，假使吼，阿庆你甲可肯，伊来当给我做生意吼，啊替我生一男半女吼，吼我一定甲安尼疼命命的啦。哎兰，你今麦讲啥？无，阿娘，我无讲啥啦。好。袂用的，讲出去，我才会讲假情这么久。卡数有人知影讲，伊是查甫的，我会清白，跳落去溪仔水就洗袂清啊。用来啦，你爱替阿爹吼，该苦劝呢，我实真该阿庆啦。竟然会惊死，险险啊心脏麻痹，玉庆竟然是男的，打伊规身躯拢互看看去，这若传出去，真正会见笑死。也因老爸毋知影半项，还阁想要因查某囝家做媒人，伊想要娶玉庆，通去做因翁，这实在是白日梦，有影是笑死人。事实老爸若拢知影。敢会甲俊卿拼老命？为着伊家己的查某囝，敢会将俊卿送予官厅？伊是查甫的，啊，毋过哪会生做遮优秀？怪是我头，哪会比无彩？敢讲？阿爹。你唔好入来。哦，无等阿庆来请哦，你会记呢？吼，甲考卷一下，吼。
阿爹，我知啦。好，阿婆，你先出去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了，你一记下口讯哦。好，我来外口等你。好。一记哦，好。我知啦。好，拜托哦。人明明是查甫，搁叫我替伊讲亲戚。我看吼，阿爹是想要娶我想甲起笑。啊，不过，伊实在是心做足得人疼。秀秀，秀秀，秀秀，秀秀。秀秀是啥？阿健，阿健，阿健，小姐，我来伫遮啦。你抱在溪仔底，叫我们抱转来。我拄好才提衫，想要甲你换嘞。换衫？小姐，你甲我换衫哦。我来去换衫了吼，阿庆，小姐，我问你嘞，你是不是当作讲我是戆人？小姐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自从你来阮家了后，咱两个斗阵食，斗阵困，我将你当作那干阿姊妹仔同款看待，你是安怎要骗我？无啊，我无骗你啊！你老实讲，你来阮东家是毋是有啥物目的？小姐，你毋通误会我啦！误会？你知影是啥物人甲你抱转来？是啥啊？阮阿爹。是老爷？老爷人呢？去官府啊！小姐，救命啦！救命！我是要救什么命？小姐，我老实跟你讲啦，我是男扮女装的啦。我无看唔到，伊确实是一个真老实的人。啥？你讲啥？我跟你斗阵困，斗阵吃，遐尼久啊！你即摆跟我讲你是假，你是查甫人，你是要叫伊安怎去见人嘞？你讲啊！小姐，你听我讲啦，你爱原谅我，我安尼做是为着要欠五十两银，予我小妹赎身，免得伊用卖酒楼底受苦。我安尼做是不得已，你原谅我好无？你不得已，你嘛爱老实讲啊！你为着要救你小妹，啊我嘞，我的名册就要摆在你的手头。我哦，我不如来试试嘞，看卖以后叫人讲闲话。小姐，你唔通死，你听我讲啊，你相信我啦吼。我是要怎相信你？你已经骗我骗遐尼久啊。小姐，我唔知应该安怎做，你才会相信我。现在老爷已经去过官府了，我看我也只有死路一条啊。你哪遐尼戆啊？人阮也无甲阿爹讲你是查甫的啊。小姐，你是讲？甲你讲算笑的啦。杨兰小姐，你是一位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我早就喜欢你了。只是咱的身份差这么多，我根本就不敢对你有什么要求。你哪安尼讲嘞？我唔是迄种看惯无看低的人啊，我会当甲你斗阵转去祖罗山啊！祖罗山，
对啦。什么代志？我拄只梦到我的小妹秀秀。秀秀原来是你的小妹。嗯。伫个梦中，秀秀给阿妈新厝牌啊，伫街仔路甲人分，讲无钱通带阿妈，讲阿妈冤枉死，我实在真烦恼。阿庆，人讲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可能是太过思念恁小妹，唔才会做这种梦，应该无代志。你唔免烦恼啦，英兰，我拜托你，你甲老爷讲看卖啊，让我倒来去慈罗山一转，我真烦恼阿妈甲秀秀安慰呢。假使讲我让你倒去慈罗山，你敢会歹滴我？英兰，你放心，我用这对你就抓。我林俊卿，若倒去朱罗山，要来娶戴英兰做某，我会有雷公拍死。阿庆，谁叫你做这种动作？英兰，王大爷，阿姐，你着阿金姐啊，倒去朱罗山一转嘛。啊！你不是原来要叫伊回去问阿妈成亲的代志？哼！这个代志，伊讲要回去跟伊阿妈参详，现在讲伊阿妈死啊，这边明就想要逃走，讲这话你也相信？阿爹，阿庆伊不是这种人啦。我不管伊是不是这种人啦，为你说伊无事本啦，伊要回去慈罗山，会用的啊，先跟我成亲啊。然后我回家，我轰轰轰，甲带倒去啊！唉，人明明是查甫，你要搁逼伊成亲，我搁袂当坦白对你讲。阿爹，人俊庆是烦恼伊厝内底的代志，啊，你即马安尼要逼伊成亲，安尼敢好？安那，唔好呀，唔好会用的啊！伊明个踏出咱陈家大门一脚步啊！要安怎？我那点答应，我嘛无办法。安尼是要安怎？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啊！我有办法啦！啥物办法？我来讲。跳高箭，嗯，假自杀，安尼敢会用诶？试看卖诶啦！这是什么位会当我离开这个所在办法？那袂用钱，我看，我只来去救全地啊，陪阮阿妈。俊庆，英兰，阿妈的仇是毋是会当报？得爱全靠你啊呢。俊庆叫英兰改用计，予伊等去朱罗山找小妹。也毋过，英兰若讲袂。惊伊一去不回，何况伊还阁有一个低哥老爸，迷迷滋滋、怏怏袂，真尴尬，一直催。这个老爸敢会答应予俊庆对？报官府以后，你去讲啦，先到来后院哦，救人卡，哎呀，阿庆，
啊，你是到底救无救无啦？切无啊！阿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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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阿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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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阿健，我唔是跟你讲过，叫你莫必要相拥。一声好啊吼，已经跳进自杀啦。我哪知爷呢啦？阿健嘞，老爷对不起你了哦，你放心啦。姑娘，稍等一下，几句话要相送。我真无闲。姑娘，命中姻缘天注定，生做姊妹孝夫妻。小明生的，你是想要跟我讲啥话？你的父宫黑暗，你的红事今日可能有结束。十五是应劫，生死关头。假使姑娘十五以前会当甲伊做伙，以姑娘的福气，应该当帮助伊逢凶化吉。小明，八月十五，今仔日是初八啊，到八月十五剩几天啊？我是不是应该去找顺金兄呢？假使讲若要找伊。现在离家赶路，还要七天的时间呢。阿兄已经半个月外无转来啊。秀秀，卖洗衫。先穿白给我洗。我是正月四节，唔甘你食好，你等下困。卖啦，卖啦，卖啦！我若卖洗吼，你阿母会搞袂起杏花楼啦。伊若甲你买杏花楼吼，我绝对甲种咧。阿翁啊，多谢你啦，真是的。有了阮阿兄，是你对我上好的。这世间上，阮阿母对我同好，我袂当看伊对你无好。阿英话莫讲，咱做伙洗衫，卖啦，卖啦，你安尼会害我呢，卖啦。阿母若要木，咱两个做伙好木。无紧，卖啦，卖啦，你安尼会害我。我给你洗衫，你干你还变大哈？阿母，放你啊，手放，哎，疼嘞！你干啥疼啊？来，阿叔疼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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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我要带只白袖袖洗衫。啊！你安尼我？啊！我都家袂用我楼。秀秀，秀秀，你唔能哭啊！你安尼哭。我就知影，开始用我楼，我就不应该好那样，没心。我阿嬤伊嘛袂死的嘛，拢是我阿嬤啦，拢是我阿嬤。秀秀，你唔通哭啦，啊，莫哭，哦。公啊，你放我走好无？我就是我阿兄。小阿兄，哦，阿兄，阿兄，阿兄。这是啥鬼？竟然让我老母有伫囡仔讲嘅。
我若无甲伊卖樱花楼，我就要嫁出去啊！不知是憨胆，或许是真正了解秀秀思念俊卿的心，后下带秀秀要去台南府城找俊卿咯。哦，我妈安尼叫啊，你若安尼叫，我足痛苦的。你当作我是狗是无？我唔敢当你狗啦，我是惊你胖去啊。哪会胖去啊？啊，未胖的，我来放心。啊，秀秀，哎，秀秀，秀秀。你叫是外地哦？阿桃姨啊，秀秀卡才惊你，你若甲欺，我是甲你无好。阿洪少爷，我哪有可能哦欺负秀秀啦？秀秀，你和阿洪两个人是要去倒？我袂甲你讲话啦。伊袂甲你讲话，我嘛袂甲你讲话，人会要找咱遐讲话。秀秀，你要找恁阿兄，我知伊伫底，我甲你斗相共好无？袂啦，你还叫外骂，我一声都袂原谅你啊！哎、欸，秀秀，秀秀，我嘛袂原谅你啊！秀秀，讲到这个阿桃，真正嘛是无可奈何。虽然伊贪心去五娘人来犯这个错，也毋过伊嘛唔甘看一个囡仔囝伫外口咧奔波，伊想要真心改过，想要做好。也毋过秀秀却无爱介啰嗦。咱古早有伫讲，偷鸡不着蚀把米。啊，这个陈幼仔一心一意想要娶细伊，谁知影袂当如意伊，连因查某囝都煞跟人去，真正予伊会气死。这毋是咧看戏，这拢是事实的代志。秀秀，秀秀。哎呦，你哭的，啊，你放尿，我袂使看，我袂使看。放尿啦！啊，我巴肚枵啦。你巴肚枵？哎呦，哦，我巴肚蛮多枵的。你也笑的是无？巴肚枵哭的，咪放尿较哭的哦。你莫讲一寡有诶无，好无？阿妈都要提钱来买物件，吃嘞，吃嘞，阿都袂要啊！你讲么子？哎呀，咱出门上挂讲，我袂记诈钱。我会去甲人分啊！啊，共分哦！啊，我要来，我来共分哦！你啊等。秀秀，秀秀，哎，拢是你啦，我来啥物算啦？哎，秀秀，我要去滚姐，滚姐，我今个就要的。滚姐，滚姐，滚姐，滚钱，我都要，我都要。行行行行行。阿公啊，你袂晓滚，你就卖乱嘛。分钱也无啥物困难的啊！我分给你看。哎，你姐姐，姐姐，分我钱，我要给你分钱，钱来，钱来，钱。啊！小姐。啊！你给我拍，哎，你给我拍。阿翁啊，你不是分的啦，你是讲笑的啦。你莫吵，我来分啦。谢谢。可以啊，吼，知影你巴肚枵，你饼要互你食。嘿，我饼嘞。秀秀，你想阿桃伊爱去无要紧，啊，不过唔通枵歹巴肚。这块饼吼，摕去食。哎呦，有饼嘞！哼，秀秀，食饼，那，我食，我吃，那，
你干嘛回来？给快看嘛！小姐，你不要紧哦。小姐，你精神呢？精神呢？小姐，秀秀，伊就是恁阿兄卖去台南丹府迄个陈大小姐啦。台南丹府。台南小姐，你不要紧无啦？我把头跳到要死，我即摆已经有心啦。哎呦，惨啊啦！阿兄一定是动着胎气啦。起来，去放在头前遐困。谢你个哦。金龟是草蜢精的克星，为着要除掉金龟，草蜢精对陈英兰来下手，想要利用陈英兰甲巴肚内个囡仔，和林俊京成为杀人的武器。也这个阿头啊真好运，因为英兰的一句话来化解伊甲秀秀两个人的这个误会。阿头阿姨，秀秀。秀秀，你不怪阿可以啊？阿托伊啊，我们这些工，阿爷也没心情，是六十米。你和阮阿妈五十五年，阿托伊啊，你对阮家最好。阿托伊啊，多谢你，你莫怪我。秀秀，秀秀，你是阿托伊啊，做啥？是阿托伊亲手抱伊来这个世间，那敢若我亲生的查某囝同款，我听你都袂赴啊，我要哪会怪你？阿托伊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啊，伊个小姐，你来内面倒坐，你出来要创啥啦？阿托，上面先来讲，最近有一个生死关的结束。我就要在八月十五之前赶回去祖罗山。哈，阿兄有急事，那呢，咱再来去救阿兄。啊，不过伊来巴肚，伊那是尊敬的骨肉。假使讲若无尊敬，我甘愿带囡仔来求转地下，改做阿阿婆。我无要紧，即卖求尊敬较要紧。我去叫阿公起来。秀秀，免叫我啦。英兰，咱明仔载吼，较赶登个祖罗山。啊，弟弟遐尼暗啊，咱先进来内面休困。嗯，来，哈谢你哦。阿妈，阿妈，秀秀啊，阿妈。你的母陈英兰心中祈祷，你嘛有袂讲哦？你到底是甚么人啊？你若想要救你的母，救你的囝，都要用这支剑，抬金鸡，用金鸡的血，就当救你的母，救你的囝。英兰是怎会中毒啊？我要哪知？你讲是真还是假？要知真假，你看陈英兰的手骨头，是毋是有两道紫色的伤痕？这两道紫色的伤痕，若是伫传到伊的顶八卦的时阵，就是陈英兰一命归阴之日。伊叫人咧，我要去找找金家啊！八月十五到中埔南川，伫日头落山以前，你就当看到金家。八月十五，中埔南村，日头落山，金鸡，阿妈，秀秀，秀秀，秀秀，阿兄，阿兄，秀秀，不是，阿兄怎样？阿兄怎样？哦，哎，你来
安怎？我唔知，我人足艰苦的。你看陈英人的手骨头，是毋是有两道紫色的伤痕？你的手我看卖。真正人有紫色的伤痕。你讲啥？无啦，无啥物。阿兄。啊，安怎？阿兄，阿嫂伊讲，你十五有减数，苗姐就是十五啊。阿兄，你家己较细腻哦，阿兄。十五，对，明仔载就是十五啊。你狗屎啊！有够好走的。今仔日就是十五，阿兄袂用去做代志的啦。秀秀，你放心，我保护你。来，起。阿兄是伫等啥？我想看卖。我想无诶，你卖阁算啊啦！我无咧啥物算啦，好，我即届较认真想看卖。门娘吃了了，哦，卡吃腰啊！怪万堂大法，从苏罗山中部的农作物拢吃了了啊！四金鸡啊，我看你会当对我安怎？金鸡神，玉相。就是伊嘛，金鸡来啊！四金鸡啊，你来了才拄啊好。今仔日就是你的灭亡之日。陈玉荣，放下刀刀，立地成佛。成什么佛？我看你的佛法，会当甲我安怎？就是公安，安特。金鸡啊，你去死啦！
神龙大帝神旨，明济前的金龟神独起千年风貌，中部地区也从此开始丰收。陈老爷也特别温存了俊谦甲英兰的婚事，和因两个人结成连理。人伫咧讲戆人有戆福，也这个阿王啊，心肝真好，也得到这个神龙大帝斗三公，成为一位正常的人，甲秀秀结成缘。两家口啊，从此过着无烦无恼、无忧无愁的日子。按民法规定，约定的利息一年袂当超过二十分，若是超过部分，就无请求权。所以春季袂当向美来进嘛请求超过一年二十分的利息。另外，春季趁美来进嘛紧急。无经验，向伊借钱的时阵，要求伊还无相当的利息，嘛已经犯着刑法的重罪，会当判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甲罚金。未来即嘛，甲春季两人约定，如果还袂出钱，就要掠秀峰去堵销。因两人的约定，因为违反着善良风俗，是无效的。春庆假扮。秀峰未去陈友成的厝，向陈友成欠五十两，嘛已经犯着刑法的诈欺罪，会当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罚金。咱今仔日这出戏，是毋是予你感觉真有人情味？关于咱嘉义大天宫五国王庙的这个金鸡神，有几啊种版本，嘛几啊种传说。听讲，咱古早古早迄个古早，咱有九个太阳，因为这九个太阳就是九个兄弟，这大家兄弟啊，一个坐到烧下体，大家拢无照作息、照时间伫咧轮回，所以九个太阳若拢出来的时阵，咱这个啊人间是热甲要死，也九个太阳若全部去睏的时阵，啊咱的这个世间拢是黑暗的，所以因为。后来后裔甲射了八个太阳了后，剩一个太阳。但是这个太阳呢，因为讲啊、过去的这个作息未习惯，所以伊拢无咧照时间啊出日头，照时间休困。因为安尼，玉皇上帝就派了九天人力去监视这个太阳，叫伊爱日时就爱出太阳，暗时啊就爱休困。也毋过这个九天人力就安尼。智慧转世去转世这个金鸡神，回来监视这个太阳。所以讲，过那天的时阵，就是讲九天人力这个火啊，智慧去成这个金鸡神的这个伊就是咧叫太阳讲，你赶紧起来，吼、哦，爱造福万民，和这个所有的世间人，通好有光线，通好起来做代志。后来呢？这个金鸡神，就因为甲五国王庙了后，啊，来做这个五国王的这个驾前护卫。伫个咱嘉义大天宫，大家知影讲，啊，这五国王庙的驾前有一尊金鸡神，甚至伊的厝顶，阁有一尊较大尊的金鸡神。这尊金鸡神是面向中部，要来庇佑咱中部一带。四十九种咱遮农作物会当丰收，所以每年若是咱即个四月二六五国王的生日的时阵，伊拢会带领金鸡神去绕境四十九种，保庇咱遮村民会当五谷丰收、风调雨顺。所以讲咱即个大天宫的五国王是足灵验的。咱若来到嘉义，无妨咱就来遮甲拜拜咧。尤其是伊开的药签，真正有效，阿祖都有食过。今仔日要来感谢的单位，就是咱嘉义大天宫五国王庙咱的主任委员洪正义，还佫有是咱的管理委员会所有遮委员，同阮咧拍这个所有的庙宇，咱嘉义大天宫算作气质真好，因为因拢是这个。公务人员，所以伫咧处事接物，拢是真正和蔼可亲。还佫有我的好朋友，咱的燕君。
还搁要感谢是嘉义中埔金太子，咱的这个家区甲阮做一个棚，互阮伫遐每一集的景拢拍甲水水水。感谢林妹妹，还搁有竹枝茶楼，还搁有是中华民俗村，还搁有是我逐礼拜伫咧甲麻烦的嘉义新天地婚纱广场礼服。感谢咱老板娘淑金，老板为我打光，还有咱的这个。设计师啊，就是秀凤小姐为我的打扮，今天肥肥的哦，漂不漂亮？如果不好看，你就说她不好好了。各位西中兼外条的好朋友，敢袂记哩？阿祖顶礼拜甲你讲的这个古意菜未？顶礼拜讲的，就是讲仙姑长长头龟球，两片石啊薄柳树，空中掠网好神手。池中好水洗袂流，想看那是啥物哦？细汉哦，我拢常常去抓，随便有，田埂的旁边也有，那是啥物呢？想看麦嘞，想看麦，哎，对啦，就是蜻蜓啦。咱台湾话讲啊，做田鹰，趣味哦。田鹰哦，就是个头啊，大大球啊，身躯长长，细啦薄薄，也若伫个水边，哇，你啊看，爱抓网。啊！伊咧尾流安尼沉落去，讲啊，做雨水洗尾流，这嘛是趣味吼。这礼拜要甲你讲个故意猜谜，嘛爱真足听哦。这个故意猜谜是讲，少年头毛白泡泡，一时啊大个变乌头，主人牵咧溜溜走，嘴暖放咧哭哭流，是啥物物件呢？有读册无？读册人拢会用过哦。唔知影的时阵，阿祖后礼拜嘛是会甲你讲，唔通袂记得下一礼拜搁较好看的台湾剧案。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